我待会刚刚就没有叫，是不是？我往那走。哎，有人打电话吗？你的？ 我看下去卖的，不是的，我就往那走了。警察在的，警察在的啊。 这是鬼呀！这，哇，人家那伙跟你去，还是你这车子不能啊，分流一下吧。人家人也是，你这走到这，人就看人家了，我这差点跨浪子的。人家那里立了一片中国跨浪子，就是人都是就是人的，别就是人的。你看我跑得快。人家的中国的家。7月5日，山东菏泽东明出现罕见龙卷风，威力惊人，树木被连根拔起，车辆被吹翻，房屋的屋顶和外墙被卷走。 街道上一片狼藉，至少造成80人死伤。当地网民则表示，真是伤亡情况更为严重。有当地网民表示，我是东明的，受伤的人不少，就我家那个小区都得100人，不止这么多，至少上千人。有几个村子快踏平了，眼看全是居民区。啊，末日了，这不世界末日了？哎呀，差点。 落下了！呀呀呀呀呀呀！你看下边的，这车风吹完了，呀！哦，呀砸了！你看那碰的，我去！呀呀！回来！太冷了！呀砸了！ 天灾，串门的，拜拜。
这要是不在这里，又更响了。赶快来人门口，在医院一直凶他的姐，等下去看看病来呀，快点抓紧点。相差有十来分钟，看见没？雪上雪，这车上都下白了，鹅毛大雪，看见没？哎呀，天空雾蒙蒙的，哎呀，下的真大呀！这也不能叫他回咱河南，回河南咱庄稼都坏了。管啥？你那个不好，你让不管了？你肯定给他穿上去噻。没了，你应该穿去噻。那个军人不能优先，那个这些，那个那个全国各地都可以，哪个重庆市不能优先？又不是需要免费。重庆西站有点扯哦，那西工作人员、军人不能优先，那个招牌就是写起的一个。一把军人，包括退伍军或者就军残商人，都属于那个咯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